变心，一心不足用本。所以啊，做人来讲，也能讲学得相应自性本，即悟自佛同定。所以呢，一心不足两观，学得相应自性本的这一观，哦，那叫做一体同观。所以一观之后，大家即马上就出来，直接就马上就出来。是因为咱想上济，烦恼上济，太济代志，太济千差万别的代志，所以咱只能去这个道造会出来，梦想就叫太济的道造会出来。所以你若讲一心，哦，无二心，当前这是真言观，真随真佛于俱全，于尽足领一条路，灯光照耀在眼前，二目同审来发现。你天人的眼睛，你有去看到这个观众一心无，飒飒妥妥就大无常。西天虽远，西天虽远嘛，啊那去一到，请客到，马上就到。西天不是在飞行的，不是你个讲的样呢，坐车坐未到呢，坐飞机坐未到呢，你坐两头就到呢，是不是安尼叫做请客到？啊，所以呢，今日就是复杂上济，我当请客到。你若一心。你无疑心，即这个解释叫请客道的意思哈。所以你后边讲如是波心，伊要来讲如是波心，菩萨应如是波心。哦，这个好难解释，也就是实相的本体来波心。你用着实相的波，你用着实相的本体，因为实相的本体叫做哪？叫做清净无量心，你叫做实相的本体。所以你这个物件爱办。那用实相本体的过失，那安尼当中一个实相的本体，来叫做空性。所以唔忙执着一切的思想，那安尼实相上一切的思想，即叫做有漏之因。实相的空体叫做什么呀？后边来解释哈。实相的空体叫做无漏之个，哦。所以呢，这个本体，这个本体，以这个空，不是叫做空啊，它外面从来无有空，不是这个意。所以呢，就以一切思想，一切思想，毕竟只有那空叫做明白。一切思想就叫做有漏的思想上来讲的跟有漏之个。所以你要对这个因，你因缘的走，所以因果有果。迄、那个因若清净，迄、那个果就清净。迄、那个因无清净，迄、那个果要清净是无可能的物件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个思想叫做果，啊，那安尼迄个心叫做因，所以那个用思想的空体叫做无漏之果。迄、那个思想的空体叫做无漏，什么叫做无漏？迄、那个无漏就是无自相的物件，就产生了无样。